砰砰砰砰砰砰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这个不得了了！你搞怪去，搞怪去，你再搞怪去，完美！哇，这么大的真我618心跳大礼盒。哎，听说最近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选择用 Realme 真我手机，它的这个产品性能非常的好，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设计感，是一个科技潮牌。我相信选择这款手机的人，他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，所以我已经非常的想打开这个礼盒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砰砰砰砰砰砰，真我潮玩体验官小琛哥你好，想跟我一起感受心跳加速的感觉吗？当然想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吧。哎，让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摸到两个，这两款手机都是真我 GT 系列，然后它其实跟 GT 跑车是一样的，都是性能跟美感的结合。你方向感好吗？很差。谢谢你迷路一生还是走到我身边，你就是我迷路时的曙光。哇，你还是不会迷失方向啊？是的是的是的，我不会迷失方向，你们也不会迷失方向。这个叫战神特别版，黄色的皮革拼接成赛道的那种纹理的感觉，很耐磨，就像是拿在手上的跑车的感觉。你不会喜欢摩托吗？我觉得摩托跟跑车都可以拥有，而且就像手机跟 GT 跑车一样。哎，我们刚刚看完了两款手机，现在再来看。哦，我找到了，我想跟你一起打游戏，有多想？最终幻想。你们想跟我一起玩游戏吗？打，现在想来一把。那就早点休息吧，想一想。早点休息吧。哇，闪到我的眼睛。这个设计的灵感来源于赛博朋克 Dox logo 就很潮，很有朋克风。你们看，哇哦，它这个 GT 模式是一个性能拉满的模式，玩游戏的时候非常的顺滑，游戏爱好者都喜欢用这个模式去玩游戏。下会儿会冲清，我一定要带上它感受一下冲清的赛博朋克之风。散热背夹，这个非常的适合游戏玩家。哇塞，这是我最缺的耳机，不戴耳机就像没穿衣服的感觉。这个 Realme 是我开的吧，都是我非常需要的呀，拍照也可以，录像也可以。你走过去，绕回去，你再走过去，完美是不是？我最近一直在找一家店，什么店？你的来电。咦，它是一种迷幻银，非常适合男孩子，布灵布灵的那种彩色条就会很炫。你不要看它千元机，但它你想要的性能它都有。哇，这款果冻包不错，适合小姐姐，不光可以这样提着，你也可以放在手上，也非常的时髦，是不是？吗？哦，又找到一个。你有火柴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点亮我的心的？我自发光。我发现你们家的手机都非常的自恋哈，有点。这个叫萤火虫色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这上面啊是荧光的，是可以发光的，而且你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你可以用它出来照亮你前方的路。这么神奇啊！是的，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这太扯了，但是我觉得试了一试之后发现真的还那么神奇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每一个都是生活必备品啊！托特包 ，Realme 的一个 slogan 品牌 ，Dear to Live。真我智能摄像机云台版，360度的，充电宝，非常的时尚，轻便，那我就带走了吧。这个箱子给我打包一下，这箱子我也要。这个箱子可好了呢，这个玩的就是心跳。今天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谢谢 Realme 送出的真我618心跳大礼盒。想要 get 我的同款真我618心跳单品吗？ Realme 618将会有特别大力度的促销活动。现在就去关注 Realme 真我手机官方微博，关注品牌官微，有我给大家准备的惊喜。OK， 那我要把我的所有东西带走了， Realme 送给我的，我可以回家拍 vlog 了，拜拜。